Good morning. This is the part, 1 pound part of the rhododendron, and what's it called? Because of the color, it's called orange sander. Yeah, it's called orange sander, and lots of flower is here, and quite long, 2 weeks. And I'm trying to count it. Really curious about how many. It's a lot, I'm sure, and I'm not sure if I count it completely. 一盆杜鹃哦，它叫orange sander. 一直好奇，因为我看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朵，只觉得有好多啊。只是一个一磅的这个盆呢，我来试一试看，不知道我能不能数清楚哎，试一试看，一二三四五六。7、8、9，哎呦，还有很多花苞呢，怎么算嘛？记住，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4、45、46、47、48、49、50、51、52。55、56、61、62、63、64、65、66、68、67、71、72、73、74、75、76、77、78、78、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2、104、105、106、107、108，连花苞都没有数清楚呢，粗粗的数了一下，粗粗的数了一下，粗也可以啊，还没有仔细呢，大概的先数了一下，大概的108，我愿意停在这儿，蛮好玩的108这个数字啊。Yeah, count it roughly 108, a lot. 所以说呢，过去我记得歌里唱什么中国也叫这个叫映山红吧，果然是哈，这个真是开得这么密的话，在山上在野外的话，那能不一片都是这个红颜色吗？怪不得叫它叫映山红呢。好的。真是100以上了，同时期开的还没有算仔细的这个先先后后的这个花苞呢。谢谢陪我一起玩，是，有人说怎么老在花园里玩那么无聊，其实早晨的这个阳光啊、光线啊、空气啊都那么的好。我在南加哈，春天的能有一点时间在这个小院里耗着，其实我挺享受的，找一点事情做。好的，谢谢你的观看，跟我一起。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